民进党士林立委初选杀到刀刀见骨，前一天第一次用智慧型手机的王世坚碰上立委何志伟，仇人相见明明就眼红，台面上却要加赖当好友。来啦，我来帮忙啦，我来帮忙啦，来，来啦，两个好朋友，两个好朋友啦，还没看，我不晓得怎么办。小小这一个动作，这一看不得了。何志伟秀的是自己跟王世坚的对话框，但却同步秀出王世坚的所有通联记录，连老婆的名字都清清楚楚，甚至还和哀鸿的黑道中常委黄成国有通话记录。事隔一天，王世坚被狂问跟黄成国到底说了什么，这下他才惊觉自己的隐私被看光光，一把火烧上心头。我选后再教训何志伟一些做人的道理了，我觉得这太糟糕，太可恶，我要退出好友了，这样叫好友吗？王世坚、何志伟，哪个是真男人？大家很清楚。那、啊、你要回答什么？我要解，我们对，我要可以退出吗？可以马上把他封锁，他看得到。拜拜哦，写拜拜哦。可以。王世坚炮轰对方耍阴招，但何志伟快喷出眼泪，这么说。那这凶是意外，我以为我的对手就只有王世坚一个人，结果现在不是，一堆王世坚们一直打一直打，还打到我的家人，拜托不要骚扰我的家人。民意代表常常就会遇到一些委屈嘛，吼，跟对不起，我等我一下。人前加赖手牵手，隔天互骂对方下毒手，政治有多可怕？光是党内初选招招夺命，眼泪狂喷，自己人厮杀下重手。记者黄玉俊、王志仁台北采访报道。